后在后面。没有，在这边，这边，再过，再过。哇！开门。OK， 我只是跟你 say hello。哎，任总你好。我们来看球来了，你来了吗？啊，对，啊你们也在这是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在这个 Armstrong 的体育场里吗？看 Federer， 在看 Federer 是吗？哎，你跟他说我们在哪儿？我们是在他的那个 Federer 后边那看台最上边，就是有阴凉地方的那个。啊，在 Federer 背后。跟他说我们有阴凉的地方。啊，你正对着他啊！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哦，是看在哪儿了？看到我了吗？我这个白帽子啊，姐。刚才说的。在那儿。在哪儿？第一排那个大哥。一排。那边有一个绿色的球，你看第一排那个人头上的。好，我看见了。哦，那咱们待会儿又可以吃饭去了。本来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南龙也行。哦。他有什么可傲的？今天在这儿打一个，在这儿打一半，十块钱。打一半十块钱哈？那大家都去了。中国人太吵了。那二位怎么也没看新房子？哈哈哈哈哈！